因为这个有点磕，有点问题。啊哈，看看有什么？哪个？啊哈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看看哥，我上，给你做一个事。我反正是说，快点。这锅是好的饭桶。我看看又行啊。四个平，他带几个就平了，四个平66分。什么帆船啊？这23.23。你卖给他的？没有，小黄毛，小黄毛机甲一共在一处这边，一共只卖两个嘛，后勤也不够，又卖给小黄毛。哦，就是四个22年卖给他，22年和23年都有是吧？100个，平了四个，就是说66分。不是100个全平的。哦，100个全品的，全部出分了。他就拿几个就平了。他就拿了几个就平，出了66分。那这个不是疯了吗？我靠！那他100个平出来，100个平出来，就算都是63、64分以下的，也不得了了呀。一个哦，那也是400万了，3-4百万了，对不对？厉害了，真的厉害了。